上，观众的目光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在逗哏演员的身上。捧哏和逗哏之间，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，那就是认为捧哏演员是因为业务能力不行，所以才去当捧哏演员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道理很简单，捧哏演员掌握着整个节目的节奏，对演员的业务能力要求反而比逗哏演员还要高。当然，这也跟演员在台上演出的节目有关。就像岳云鹏曾经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大喊捧哏的不行，还有就是在相声节目论捧逗中，逗哏经常会说一句话，那就是捧哏的换谁都可以，就是换条狗都可以捧哏。当然这也只是为了节目效果，但在实际情况中，捧哏演员的基本功和业务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。在德云逗笑社第九期节目中，栾云平用自己的表现也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因为在这一期节目当中，栾云平再次尝试了逗哏演员的角色，时隔多年，从桌子里面来到了桌子外面，跟他搭档的演员是曹鹤阳，也是一个水平很不错的捧哏演员。很多人都觉得栾云平从来没当过逗哏演员，肯定会不太适应这种角色变化，可是栾云平的表现非常完美，可以说是技惊四座，真是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，用自己的表现折服了观众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栾云平跟曹鹤阳扮演了两个演员，要拍一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，却被于谦老师忽悠了。大家看惯了栾云平在台上少言寡语，突然间话这么多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。可是栾云平的表现非常好，跟曹鹤阳在台上游刃有余，让郭德纲和于谦两位老师大加赞赏。于谦老师评价栾云平说他非常沉稳，直接给两个人每人加了一分。栾云平刚开场就被于谦老师加分，证明他的逗哏水平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。红花还需绿叶扶，栾云平在德云社甘当绿叶确实是牺牲了很多，以他的业务能力，当个逗哏演员也绝不在话下，完全可以在台上更加发光出彩，可他却选择了当一个捧哏演员，在台上用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搭档更加出彩，自己却成了幕后英雄。而且在逗笑社往期节目中，栾云平和几位演员搭档台风都非常稳健，精彩程度甚至有点超过了和老搭档高峰的合作，令观众眼前一亮。在捧哏演员中，栾云平无疑是最被低估的一位。栾云平刚毕业就来到了德云社，在缺兵少将的德云社初期，他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郭德纲老师让他当德云社的副总，就是对他这么多年来的褒奖。老前辈说三分逗，七分捧，真是一点儿都没错。好的逗哏演员一抓一大把，好的捧哏演员却是凤毛麟角。作为一个好演员，不但要有争强好胜的上进心，更要有像栾云平这样的谦虚之心。